中式的灶台，大锅里卤着香味四溢的香菇。吉祥月推广蔬食，远在南半球的纽西兰慈济之工，热情不因天冷而递减。那这个酥肉丸里面的材料，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去做的，货真价实，非常的美味。这个是台湾最传统的美食小吃。志工思乡情切，祈福聚善缘游会，以改变口欲的舒适飨宴，互生斋戒。慈济平常就做很多慈善的活动，然后也推广素食、环保各方面的理念。那今天的活动也都是结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而且这么多人都来共襄盛举，那我觉得很棒。哥哥嫂嫂他们在台湾就一直在慈济里面，就是很发愿的帮忙很多的事情，然后来之后。我哥哥跟我嫂嫂也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们也因为有这样的活动，让他能更适应纽西兰的生活。华人在侨居地没有焚香祭祀的习俗，大家透过祈福会聚福缘招吉祥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丽珍、张文德、吴祖明，纽西兰报道。